到他的性别的话，你知道身份证号第几码呢？第二码对哈，是他的性别。所以你的身份证号，假如是一的话，一定是男；如果是二的话，是女。那我要怎么做呢？这边的话，可能就是透过一个叫 MID，叫 middle 函数了哈，mid 函数哈，去取到这个文字里面的中间算起哪一个字，取几个字，然后他会帮你把这个字抓过来之后，再利用逻辑判断。判断出来就知道是男女。当然，你如果不会这些方法，你只能土法炼钢哇，那不得了了。你可能每天都光用眼睛看哦，看真的是太伤脑，眼力也伤脑力了哈。所以基本上这些事情 就要交给那个就是Excel 帮我们完成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如果我希望称呼哈，他的姓氏姓什么，然后性别如果是男生就先生，反之就是女士的话。哎，那怎么做哦？所以接下来当然哦，后面请各位待会有时间的话试一下这边啊，比如说我性别部是否正确，那就当然接下来就是先在这边呢增加一个栏位啊，也许叫是否正确哈，假设。那当然哦，你十个字是正确吧？那不过你不是做土法炼钢，慢慢自己慢慢试。否否是啊，如果资料一多的话，你们每天在那边试否否是就好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逻辑判断。所以接下来哦，Excel 里面呢还可以帮我们做一些什么事，就是帮你自动判断。那自动判断的话呢，它的类别哈，函数类别不在文字哦，因为它不是文，它是逻辑。好，所以接下来的话，如果你要是否正确，可能要找到逻辑。好，从文字里面切到逻辑。逻辑里面的 if 按确定之后的话，他会问你几个问题，一二三，三个问题。确定之后的话，第一个问题，哎，他问你说logic test，这意思说你那个逻辑要告诉我一下，你到底要判断什么东西哦？我要判断哦，我前面这个长度，它是不是等于十个字？所以这个前面的东西是不是等于十个字？那如果是的话呢？它就会是 true 的话就是真，就是哦是对的哈、哦。那如果说呢，假设这边是11的话，它这边回来会是 false。那如果说呢哈，这边如果为 true 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执行这边的一个结果，就把这个输出。如果它不是的话呢，它就会执行下面这个，所以 true 就走这边，false 就走下面这边。OK，那如果等于 true 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输出一个字啊，叫是否的是。反之的话呢，那就是否。OK 哈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让它，就是帮我判断，是就输就是十个字就是，不是十个字就是否。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向下填满哈，答案会不会马上出来了？放开，有没有自动帮你判断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向下填满的时候。C3 的3会变成4，就抓前面这个，4变5，变6，OK，那就分别帮你把事情一下子可以解决掉，OK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逻辑判断哈、哦，假如你将来未来不熟的话，哇，那很多这个问题蛮大啊，因为每天光去用眼睛判断哦，我看你永远事情就做不完，所以其实在职场上面看蛮多，真的就是说。如果你会这些方法，真的他工作就很惬意，每天就是真的就可以做自己事情嘛，反正做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哈，老板，当然你也不要太夸张，好，那你就可以多出时间，多出时间干嘛？你可以再继续充实啊，你可以把你的技能再提升。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人是他本来就不会，那不会怎么办呢？他就一直加班，不断的在花时间了哈，那这样子当然恶性循环了，所以最后的话。老板怎么可能会给那个没有效率的人加薪？所以没有加薪，他当然薪水越来越低啊，就会开始心里就会不平衡，为什么别人有，我就为什么没有？OK 哈、哦，那实际上是我是觉得啊，主要原因应该是人家都会嘛。你会发现职场上面有的人真的每天很惬意，每天就是好像很轻松，一派轻松，可是事情还是做完了，好、哦，而且呢，该请假、该出去玩的时候也就出去玩。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一般是说这么爽嘛、哦？哈，那前提当然就是说人家都会了嘛。所以哦，以后如果你要在工作上面有好表现，你这些东西一定要比别人更熟。哦，这是其实我以前就非常体认这一点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我愿意花投资时间在这上面，因为它投资报酬率实在太高了。哦，啊，那你说文学性东西，其实你可以想象这是内在涵养啊。OK， 你能够让自己气质提升，哦，人文素养提升，但是如果说真的，你工作效率有没有办法提升呢？其实当然那是没有关联性的。OK 哈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请各位待会试一下是否，哦，啊，再来的话就练习那个性别部分。这个完之后的话有 left 哦，刚刚讲称呼部分哦，啊，其他没讲到的请自行练习。那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，哦。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好了，哦，啊，待会如果说你有到的话，请各位到那个我的那个部落格上面签个到吧，哦，反正记得就是说，如果我没点名，你就自己签个到啊。如果你待会哈，哦，OK， 那请各位多练习这部分哦。